我操！欢迎收看新的一期零度魔玩，我是零度。今天呢，我给大家带来的也是开这个咸鱼福袋的视频啊，希望各位观众会喜欢。这里先来公布一下上一期的获奖名单，就是这个同学，注意一下，我会私信你，请你把你的地址发给我，我再帮你把这三个说中给寄过去，多谢你的支持啊。然后这一期呢还是一样有抽奖的，请各位看到最后吧。由于呢这次的快递有一点大，所以我们换一个地方开箱吧。他们好像直接寄了个电脑箱给我，我开箱看一下吧。哎，我操，彼得多的腰带耶，哦，还有天才瓶耶，打开看一下，没东西。好的，刚刚只是开个玩笑而已，其实我们要开的并不是这个箱啊，欢迎。我们要开的是这个箱，这个。现在把它给打开吧。看起来好像还不错。哦，这是 Driver 的车，这啥？多少吊带？是吧？哇、哦，全套小车哎，它、啊、还有盒子。哦，一个 driver 的表。哎，现在呢，来拆一下这个。这是什么？替换轮胎吗？哎，居然还送了个小人呢！现在先把这个给拆了吧，看看里面还有什么东西。哦，这是 Driver 腰带的配套，还有一个扭蛋表，我们看一下那一盒小车，啊，thank you.
这个表居然带有电池。个扭蛋，啊，不过这个就没有电池了，等下换下去。上电池，原来它的赖瓦的腰带是直接带有电池的。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 Snap 表的声音吧。就三种音效啊，果然还是跟这个低差这个音效差好远了。扭蛋果然还是就这样吧。我们现在来把玩一下这个腰带看一下吧。
这个小车实在太多了，我就不一一展示了。我的最后玩一下我个人认为比较带感的吧。